早安呆呆，早安先生，你好吗？我要接我解释，我的名字李珠，我今年34岁，我的身高169公分，我的体重57公斤，我的生理就中比，我是红利，我有一个小孩8岁，我妈妈吃不大，我的老公是农夫，我已经在工作台湾2018到2020照顾阿公62岁阿公中风，跟照顾小孩，洗衣服、打衣服、买菜、做家事、打扫房子，我的希望呆呆先生。再见，再想看，谢谢呆呆，谢谢先生，拜拜。